姥姥，我想吃海鲜，晚上给我做海鲜大咖。你小子真想得起来，姥姥哪里给你弄海鲜大咖呀？我不管，你去给我弄，反正我就要吃。臭小子，成天找茬是吧？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姥姥，就这点虾就想把我打发了？你小子急什么？好吃的还在后面呢。姥姥，你怎么用这个盆做海鲜啊？能吃得完吗？姥姥今天给你做个大份的，让你吃个够。小外甥，洗好了回家了。哦。姥姥，这看着好好吃啊，还要多久？你再等一会，马上就好了。姥姥，你还听萌萌呀？对呀，今天我们吃顿好的。好呀。来，慢点翻啊，姥姥，这好香啊！哦，姥姥，你手机不是坏了吗？我帮你在找浪机上回收了，卖了3000多，给你换了台新的，还赚了500呢。点击评论区链接，还能加价20%。姥姥，以后你想我了，就不用去隔壁家借手机了。还是言语孝心，姥姥以后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嗯，姥姥好好吃啊。抖音。